我讲到就无神气啊嘞啦，中考啊惊着啦，哎，用个咱国宾国宝安尼吼，哎，我来个要适应啦，哎，有咩吼，这个对老历史啊安尼吼，哎，包厢用用出其不意，拼个就落去安尼吼，哎，拼个就落，啊，你我是讲要甲这个少年的问一下，你是卖长辈的吼？有啦，卖长辈真的那个泡泡不会出来啦，你一定要去输局呗。我拢拢坚坚持完嘞，嘿，啊而且啊，你输局呗吼，伊个盆子吼，甲袂掉咧迄个壳啊。嘿，如果自动的啊，一端端端我，伊完全是咧头的，伊个飞掉伊，再搁穿会出来嘞。你若去卖场咧买啊，哎，我咧讲上唔正面啦，哎，它便宜哦，一点点而已啦，但是哦，你买上啊吼，用无一摆吼，你咧一摆还没用到老鲜，你就甲偏掉啊。哦。因为一直落咧迄个嘴的。哦。就那是老烂咧，啊你过拢过袂去安尼，啊你过个手搁想累咧安尼吼，不要去卖场买，一定爱去书局买安尼哦，无欺骗啦，真的啦。而且哦，你个上好是卖用管电，用管电也地方大，你个喷出去将。关掉了呢，这怎么办呀？哇，我这个钱要用，要钱的哦，你来问我就好了。哇，我这一百元都跟他研究怎样嘞？对，你那欠什么？你来跟我问，大人欠什么？你来跟我问啊嘞？哎呦，今日我做场做到位，讲啊，你敢做这媒人的哦？会使，哎呀，相片给我啦，哎，相片我看，我讲啊，这有顶嘴无顶嘴安尼啦，哎，我直接崩摊啦。Thank you.
好不好？啊，送给你嘛，好。